唐诗三百首，易水送别骆宾王。此地别燕丹，壮士发冲冠。昔时人已没，今日水犹寒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在易水这个地方告别燕太子丹，壮士荆轲怒发冲冠。那时的人们已经都不在了，今天的易水还是那样的寒冷。再读一遍，易水送别骆宾王。此地别燕丹，壮士发冲冠。昔时人已没，今日水犹寒。